我们这一个场景非常，我们到了一个，我们现在拍摄这个场景非常特别，它是一个在地下室的训练中心。我们现在在拍摄这一个，我们现在拍摄这一个场景非常特别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地下室的。我们这一个拍摄的环境非常特别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地下室的重训。我们这一个拍摄环境，我们现在在拍摄这个环境非常特别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地下室的训练中心、训练空间。我们现在这一个拍摄环境非常特别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地下室的训练环境。